非常期待，因为这一句我觉得我们不够很小的戏份在一起，但是每一场我们一起的戏份我们都特别的珍惜。我也是，因为其实我们没有真正合作过，但是我们私底下有各自在剧本上各自的戏，遇到什么问题我们都会跟对方分享，还有在谈演戏的事情，终于可以有机会一起合作。我觉得第一天我的感受是很深，我就觉得啊，好像就是感觉我们谈了很久，关于演戏，我们终于可以一起演。而且就是因为我们是好朋友，我们很相信对方，我们演戏我就觉得很快就投入到戏里面，你就不用去担心对方怎么样想你啊，要有一些怎么样的想法，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合作很顺利。